Ôi thổi la, ôi thổi la, sắp tìm cao rồi, thấy ta có đây đâu mà, đây đâu mà. Sinh âm hóa mình là một mình thầy ạ. Sinh âm hóa mình là một mình thầy, các bạn xin thông đá có là trái dính sường cho được xâm phí là trái. Ê hồ la, mô chí đặc đàn là EAFC cái lê, chè yếu kỳ, cảm ơn là, cảm phân biệt hả, chức sĩ liên bộ tình phong là. Cũng đồng Huỳnh Đại Hòa Chí đồng trường hiên kỳ à, cũng mà, cũng đều có đối trận á, Á Tích Sĩ Trích Kiệp Long Môn á, cũng như cũng đều có đi, chế đương ngày phát biểu cái tình huống á, chế, nhập biểu có đánh cơ á, cùng mấy người chơi á, cái gì cũng vậy, à, cũng mà cùng đại gia cũng, hiện hiện chính tranh thủ gần cầu sinh cái team mình bơ sam, muốn yêu là tự hợp tác. Chỉ mà chỉ mà cao hơn, đạt được nhiều con cái like số, cùng với cái quan hệ số, tiên chỉ khảo lưu xong, phải không? Toàn bộ ích xài tự kỷ, tự kỷ gia phong, một kiện cũng không ngoại lưu, bày ở nhà làm giường đan, nói với anh, lấy mà mồm, đều không ra ngoài, không đủ số.我好认真啊！我以后每个做啲奖品咧，我都系会咁样同厂商讲。如果佢哋咧，我会同佢讲。如果咧佢哋唔够数咧，我建议就俾个拍片揼爆佢啊，烧咗佢啊！啊，你上淘宝帮我买，即刻俾人 ban 啦、啊！你累到我俾人 ban 啊，大镬！我话俾你听，黐线啊！唔做呢啲嘢，我唔要呢啲。你合作啲有啦，起碼煲過平時，好簡單。我去荷蘭，我而家睇翻先。你老闆啊，好似求其影張相啊，食漢堡包二千幾人 like 啊，呢啲嘅最求其影嗰啲相啊，啊同費高影相啊 ，Facebook 都3976人 like 啦。即係如果嗰條片冇嗰條片咯，嗰個貼嗰度冇一半 like 數，即係唔想要啦。運動雲大華字嗰度都二千幾啊！坐飛機喺機場影真相啊，三千幾啊！呢啲都達唔到一半就收甩皮啦！即係話俾你聽啊，係嘛？人哋鬼佬都識睇啊！個喂，我請咁辛苦請你過去都唔及你自己。喺機場是但整張自拍，因為話戇居，觀眾想睇咩？觀眾咪想睇費高咯，攞拿癲佬咯，唔通日日叫佢嚟同我影相啊？係咪先？啊？我话俾你听啊，如果你有睇嗰条片，我费事剧透咁多啊，啊，你有冇见到啊？即系好多人再讲多次，好多人成日以为嗰个咩朗拿迪奴嗰张相，唔知系咩咩。我最硬眼系呢个咩？似系未经同意，傻傻地嘅嗰个相。每次一讲起呢、這个呢一单嘢，就谂起有人留言咩未经同意，即刻着嘅我。点会未经同意啊？即系跪喺度，啊眼睛都望埋过嚟啊！朗癫都望埋过嚟，话俾你听。佢即系话：喂，师傅，喂 ，yo master， 嗰个即刻过嚟影相，你知唔知啊？即系嗰个保安唔识嘢，戆我，你知唔知？攞下啲怒几嬲，你知唔知？佢即刻攞个波啊，一脚兜落去嗰个保安嗰个啰柚嗰度。What the are you doing？ 佢讲个，跟住佢又喂师傅，我唔好意思，我话啲僆仔唔识嘢，佢咁样讲。我 OK， 跟住咁我呢啲我梗系冇拍到啦呢啲。啊，即系我哋嚟开心啊嘛，拍嗰啲系俾 EA 开心，即系我哋系 show 嗰个场景咯。咁呢啲失礼嘅事就唔拍啦，系嘛，系嘛，啊，
跟住佢師傅師傅，跟住佢話喂，影翻張好唔好？我話影翻張靚嘅好唔好啊？咁樣我個冇啦，我話我趕時間我。Sorry， 我话我系 I don't have enough of time， 我话我而家要够钟去打，就系之后接去接你睇条片啊，之后同我墨西哥球王踢 FIFA， 我就去咗嗰度，就冇龙朗癫再影过一张咯，吓、啊，诶，我保安鬼喺度喊，俾嗰、那个俾个罗纳迪奴一嘢射落去，生到成面皮。即系跪喺度喊啊！罗纳迪奴指住佢，笃住个佢跪喺度，罗纳迪奴仲系笃住个鼻喺度闹，佢仲用嗰个牛角手势喺度攞个尾指咁样一嘢怼落去啊！你知唔知？怼落去鼻尖噶咯，鼻尖啊！前几日卡戎买咗件咩皮海甲，我未见过皮甲，唔知点样油制。虽然对自己好信心，估唔到原来仲有个有其他工匠。ブラックゾーン。好。俾个 tips 你，有条 YouTube 片系 Twins fans 剥爆只碟，条片有20万 view， 想睇你拍条片烧晒啲纪念品，好似过100万 view。你想我睇我烧呢啲波衫啊？黐线。啊！我啊攞嚟，我自己攞嚟做皮啊，冇所谓，唔送，扣起晒最开心啦。好似嗰啲坏人、嗰啲恶代官嗰啲，收起晒佢。秘密基地锻造师个样，大家都好困扰啦。我哋要令佢提起精神啊！好，我哋问下嗰件皮夹喺边度整衫嚟啊？原来啲卡绒。在哪里买一些来老货，他买了一件那些 Dior 定什么的靓衫。为什么原来朗癫是你徒弟，为什么之前不讲，费事讲那么多啊，认亲认戚啊，如非必要都不会讲。啊今日は通呢招啊！听讲你罗扎尼亚出身，知唔知有种叫摩根苏花？冇听过咩叫摩根苏花，有咩用啊？嗰个增强药效嘅。O K， 得噶啦，得噶啦，有盲族 O K。啲人话做呢任务有声望值，嗰啲换嗰啲招嗰啲点啊，系嘛？同埋有啲人话咩啲而家嗰啲技话咩好无聊啊，系嘛？寻日有个人话咩而家啲支线任系啲无聊任啊？阿兰，阿兰得我系对话，你自己睇条片就会有，佢有同我讲到嘢，详情自己睇翻条片啊。片喺 FB 系难啲 spread 出去 ，engagement 会少，我想好多，好多 fans 都未必睇到我 post。咁你点啊？即系抌啲钱落去落卖广告先得。咁你有 YouTube 有追随啊嘛，系咪先？啊啦 ，Good Ive。阿莱夫你好啊，有咩事啊？打算缝衫，但系布料唔够，之前咪庇护咗对。姊妹嘅，你见唔见着啲衫咁烂？我要啲布料啊！好，啊，分かった。咩叫香蕉人嘅直线？香蕉人直线波咯，嗰啲叫 flu pass 啊！我唔知点嘅，英文就有。英文就有呢个讲法啊嘛，你鬼即系中文冇啊嘛，嗰啲叫咩啊？即系俾位嗰啲唔系俾人嗰啲叫嗰啲叫咩啊？我哋通常话咩俾直线，但系佢嗰度有缺，啲新招嚟。大哥，你 Facebook 系冇弹 update 喎，被逼害咯？点解啊？你冇揿钟仔啊嘛？喂，你件衫好靓喎，卡绒啊！嗰件夹系点整噶？我乱咁见到个怪人，咪问佢买咯。吓、啊？喺边度揾到个工匠啊？
去达梅尔奇亚嗰度啊。哦，等阵啊，佢跟住话要就头飞尸喎、啊，赞布雷克领地。哎，有得打怪喎、啊，而家又。不过正常嘅，有啲人就话咩？点解你 Facebook 会咁？即系你贴嗰啲 YouTube link 啊，点解会少啲人睇到咧？因为佢哋死对头嚟啊嘛，即系佢哋就系唔想你。喂，我咧我嗰度赞 YouTube 啲嘢啊，唔锯咯，你又系。哇！呢把剑劲啲啊，买咗先。我哋见啦，白金腰带。いい選択だ。全部有得 upgrade 嘅。ちょうどいただくよ。ちょうどいただくよ。有咩用啊？会自动恶草力，冇咩用，需要。买歌有咩用？哎，唔记得买嘢。得个龙哈兰特互动嗰个高科技好，系啊系啊系啊，你见到个哈兰特好正啊，你见到个互动，哦、我都觉得几正。我开头都，我一开头谂紧有咩咁特别，佢嗰个有个人就叫我 try， 我试下啦，佢话好过瘾啊，咁我就去到，我就觉得，诶、真系几正、啊。同埋我尋日咧仲想講咧，我去咗咁多個機場啊，我覺得香港個機場咧咩都好，但係過關真係太廢。香港個機場咧算係幾舒服、幾大啊，好好舒適，其實幾好。但係真係過關咧係極廢，因為咧我去例如唔知好多國家啦。總之咧，你電腦咧，你唔使特登攞出嚟，係香港嗰個就最弱智，即係佢咧就喺我哋去嗰個睇個咩危險怪獸。你知唔知講咩啊？你喺香港咧，你咪通常電腦擺喺個電腦袋度，跟住你咪照 X 光機嘅，你知唔知啊？係咩？嗰個人哋嗰啲其他好多國家嗰啲咧已經好醒噶啦，已經唔需要再咁白痴啊！就係你成部嘢懟落個袋嗰度咁就得噶啦，即係懟落嗰個 X 光機嗰度，你連埋個袋一齊懟落去，咁咧就已經搞掂噶啦。香港就一定要你拎出嚟，我話你唔好袋落個袋度啊，咁樣極度麻煩，即係勁慢。同埋荷蘭，你知唔知？荷蘭嗰啲已經，荷蘭咧香港個護照都有著數喎。你去歐洲其他國家咧，又好煩啊嘛！即係佢即係排隊排到啲低能啊！佢嗰個有咩嘅喎？有嗰、那個有嗰啲即係自動掃描啊嗰啲咁樣，幾好喎！就頭飛絲、讚布雷克王國領地、洛凡堡西門，我哋打咩？洛凡堡西門。咁咪屎，日本都要，咁咪日本都渣咯。佢一定日本劲啊，咁咪就欧洲劲咯，欧美荷兰劲啊。咁咪日本都渣，同香港一样渣，同香港睇齐，你嗰系一件好值得高兴嘅事咩？啊，咁咪就系废啊，咁就系屎，日本唔俾屎啊。睇下先。去失落之翼边度啊？边度写失落之翼啊？赞布雷克领土西门呢度，唔系用嗰啲杂技方面咧。去英国咧，黐线排到啲低能；美国嗰啲又系排到啲弱智。跟住咧，荷兰咧又爽好多。跟住西门啊，呢度啊，系咪喺呢啲位置啊？你五月去羽田唔使，我上次都要喎，都排到你黐线啊！
啊。即系呢啲过关呢啲好落后啊！突然间睇翻就会觉得，即系咁样检查检劲耐，一定要拆个电脑出嚟，烦到低 B 啊！肯定有啲人哋嗰啲机肯定劲啲啦，吓、啊，同埋咧好醒噶，荷兰嗰个咧，我特登袋咗包纸巾喺个裤袋度咧。睇佢知唔知佢，佢又知佢。先生，佢話係咪有啲嘢你袋入邊啊？咁樣，跟住我就攞咗出嚟。之後佢話係咪仲有嘢喺入邊啊？佢又知你收埋啲，其實我收埋啲都係嗰啲宣傳單張收據咯，只不過懶得攞出嚟。即心諗嗰啲係垃圾啦，又唔係啲乜子彈啦，咁樣廢 Q 時攞出嚟。喺地圖下面 ，OK。啊！咁我人哋嗰啲过关嗰啲机器劲好多咯，就唔知即系希望改善下，快好多啊！你知唔知啊？即系你平时过关嗰啲成日等劲耐，你觉得香港攞行李嗰啲算唔算快啊？我觉得。算慢，香港嗰、那個鬼佬嗰啲，美國嗰個都麻麻地，好過荷蘭呢個幾快。係咪下低啊？阿拉西多。你过关耐啊，出嚟咪有得拎。荷兰好快喎，荷兰冇人喎，今次去荷兰一条友都冇啊。你话咩快啊？咪疯狂掉行李。系啊，咁梗系啦，你掉行李嗰啲肯定最快噶啦，上楼梯。唔关班机多唔多人事喎，肯定系嗰啲系统问题啦。呢度啊，同埋荷兰咧，我嗰个系 business 咧都正喎，你知唔知啊？荷兰咧搭 business 安检有条特快通道，快啲，香港冇嘅，即系佢点样益自己有咧？荷兰航空。系咩？佢就会有一个有一条线啊，俾荷兰人用啊！你知唔知啊？佢醒目咧，人哋咧咁样帮自己嗰啲落咗下面之后，右边有个标记，西门哦，呢个啊，洛凡堡西门咁 Q 远，黐筋。咁啊，你想益嗰啲？推動自己有啊，咁梗係嚟你益國泰啦。不過國泰可能已經唔係自己有咯，已被除名啊，因為空姐嗰單事件係嘛，有可能已被除名已經。但係總而言之咧，同埋咧外國咧而家咧興嗰啲機場咧都盡量都費事減少人手，你知唔知啊？唔應唔係地勤啊，嚇！佢而家咧兴咧，你自己揿部机仔揿完咧，之后攞嗰张 label 纸黐落去嗰个行李度，跟住你就行埋去嗰个柜台嗰度，佢有全自动啊！好似去嗰啲德国嗰啲咧，你搵唔到，有时你都惊系食屎喎！咁啊，系咪真系得噶？有冇送啱？你都搵条，即系佢得一个人问，间唔止巡下，但系快好多咯，就唔会。即可能就是想你哋唔使咁早去咩 check in， 有时排队排到劲耐啊，嗰啲咁样啊，吓、啊！香港都有，不过部机费唔系啊，香港咧好多航班都唔得噶，即系你如果系去嗰啲去远少少嗰啲咧，佢都唔俾你咁做噶，佢会叫你去翻柜台啊，唔 work 噶，吓、啊，你明唔明啊？
ロズメアが目撃されたのはこの辺りか。就頭飛尸系咪呢一带咧？希望嗰个人就喺呢度附近。喺边系条溪底咧？好。你哥可唔可以打死佢？そこか。今だ。哇！頂你個肺！唉，武裝到熱浪啊！頂！そこが！哇！扣好多啊，低能！捏啦，转转转，好落咗嚟，扯佢落嚟，专用废招俾你哋话，记唔记得？哦衰，光。哇頂咁都中，哇哇扣勁多啊，黐筋咩啦鬼啊，雷哥八掌癲風雷癲，上次系咪有人话咩咩？我钻喺嗰个位置就出废招嘥晒，系咪啊？今次冇啦，扣咗三万几 damage。哇，咁都中咩事啊？咁都扣啊，低能呢啲。好机会啊！转，黐孖筋呢招。好，哇！系啊，会唔会死？抵啊，中嗰个招电啊，继续撞埋嚟啊！好吧，啊个呱呱呱呱呱，爆炎，火焰电，转身凤凰，
뭐야? 왜? 好機會到升你上邊，睇唔到路啊，大佬！阿狗咁渣喎，大佬，仲鬼，扯落嚟！ 阿二玩了，哇！咁易玩？呢啲忌点啊，得咁少，55嘅啫。哦，霍加尔。 どうしたトルガル？トルガル。死啊！嗰条友。系嗰个人啊！我咪整件靓衫我着啊！听讲你整皮甲好劲噶喎。冇事啊！真系惊险啊！俾佢一背有偷袭啊！冇事啊！好啦。我加埋二个皮甲像，多谢你救我。 你系咪将皮甲卖过俾卡戎？喂啊，佢对我皮海甲好赞赏，佢买啊，虽然被杀咗，唔少价系。你点知啊？我问过嗰个商人之后再揾你嘅。原来系咁啊！ 你我哋嘅锻造师好犀利，但睇到你嘅皮海甲之后就打击，就开心，冇谂到有人咁睇得起我。既然系你连呢啲实力咁强嘅人都认我嘅人，真系想为佢做啲咩？呢样嘢俾你啦。呢个系皮海甲上嘅加工皮甲，虽然只有手头上嘅部分。 你交俾个锻造师真系可以，系啊，当作回礼，虽然冇办法告诉佢制作方法，希望带俾咩启发。嗰个我独门嘅要诀嚟嘅，好，我问你向佢问好啦。好，即刻去俾佢先。 跟住就咪走得噶啦，可以啊？应该我可以搞掂啊，翻基地啊？呢度有咩？玛莎旅社可以搵咩？打听。 未听陈雷长板桥，琴日听过少少咯，剪片边度得人听？琴日赶到黐线，今日叫交啦条片，你知唔知啊？啊，极速剪号，<笑>最难拍都系一个人拍，黐孖近你一连波，一射门，你成日搵人拍，喂，可唔可以帮我揸机啊？唔系几好意思咯。 你见我成日喺度问啊，喂，可唔可以炸？后来我都有时都有啲地方都冇拍，唔系咁好意思，人哋都玩啫嘛，成日就叫，可唔可以帮我炸？人哋都 enjoy 紧啊！跟住我右手手机，左手相机，我部手机啊，你知唔知啊？俾人踩烂咗，喺个草地嗰度，嗰个裂咗，嗰个 mon 贴，你知唔知？原来组合咗唔同嘅皮夹噶，一叠咗好几层加强，哦，原来仲会整埋层油啊！哎呀，嚟支块皮喎，咁犀利啊！ 系啊，卡米尔就系佢，冇揾过啦，嗰个名系好经典嘅，好似卡米尔家族嘅独门技术。为咗你操心啊，我而家好有干劲。OK，
こいつだがこのやり方を例の言ってものそれでもよし。呀好彩有 mon 贴咯，如果唔系，应该其实咧佢未必好大力，但系佢钉鞋印咗落去，而家成个 mon 贴咯。いつもの調子に戻ったみたいだな。啊？これで一安心だ。怕咩尴尬？又讲咩怕尴尬？怕麻烦人咯，呢啲唔系个怕尴尬，怕尴尬唔会成日叫人影啦。你睇条片，你咪知道叫咗人拍。人哋唔使玩啊！你有冇你就系嗰个咩长颈鹿啊？你有冇谂过话屠龙者妖大？你有冇谂过要点样啊？有冇谂过人哋嗰日都系想踢下波啊，享受下？你系咁执系咁问人喂，可唔可以到啊？帮我拍啊！哦，クライブ。クライブ。何が必要なんだ？点样整啊？嗰个咩妖大？屠龙者妖怪？琥珀金啊，未整到啊！屠龙者护臂有冇人会整啲加二嘅剑啊？其实我好想知啊！闪电霹雳从来都冇，持有数量闪电剑。怎样令到闪电霹雳加二？冇得加二。白金卡龙可以升一 level 呢个要唔要升啊？升咯，用住先。你有两把加一，佢就可以变加二。どれが欲しい？闪电霹雳，我整唔到喎。素材が足りない。我冇喎，我想整都整唔到。また来いよ。搞掂。有时就会好想，其实我都觉得我唔需要整，但系你又见到你又好想试啊。Anyway， 我哋系咪可以？有啲咩可以换啊？商店、锻造行呢啲有冇去过啊？信箱充满回忆的物品，支援咩咩箱呢个有咩用？不过我哋要做主线啊！换只戒喺边度啊？莫古隔离。注文してた布を受け取ってきてちょうだい。呢啲啊，我换嘢啊。あら、クライ。レシレク。確かここでは。ええ、感謝之意。こちらがあなた宛に届いた。哦，就系攞呢啲点换啊吓。咩啊？即系做完呢啲系要换啊。来自贵府的支援品，定系呢啲系咪要扣点啊？我定系唔使，系达到呢啲点就攞到系嘛？领取吓，系，どうぞ。即系全部攞晒得系嘛？包裹美丽中嘅赠礼，防战士戒指，恶普 A。お渡ししますね。時々覗きに。有咩用啊？呢啲攻击命中时咩咩特劳苏表，哇！呢个一避到会加，一定要啦。我成日用，白金剑，避银，哇！呢个仲劲。搞掂，呢个助理有咩用？系，どうぞ。冇委托做，所有物品都系废嘅，笑到黐线。好啦，大家主线有咩做啦？状况实在唔乐观，你应该珍惜自己多啲。哇！
佢冇着衫啊，老友。ありがとう。多谢，我会注意。気をつける。石化が進んで。石化喺度持续紧，记得多啲关心佢。辛かったら。如果觉得难受，同我讲，唔好请佢。無理はするな。これくらい平気よ。呢程度根本唔算得系咩？点解呢啲折佢呢啲都会石化咧？我就系想减轻你嘅负担。あなたは你都充分奋战过，希望可以回报翻你嘅付出啊！みんなだって同じ思いよ。唔单止系我，大家都系咁谂嘅。それとも。定系话我就系咁样咁唔可靠啊？哎呀，唔系我冇咁嘅意思。つまりじゃ、悪かったよ。系我唔好。话要石料。我都估到啦，克莱夫。哎呀 ，sorry， 做咗电灯胆。唉。どうしたの？咩事啊？ロザリアが襲われてる。ロザリア受到袭击。何？咩话？率兵进攻罗扎利亚元龙之牙守备队嘅部分，胡歌胡武卡嘅私人部队，听讲佢攻入成都大肆作乱，目的系希德嘅，目的系希德嘅，系啊，胡武卡大概已经知道你而家就系呢一代嘅希德，要引出克莱夫。系希德同佢似乎结下咗唔少嘅梁。我将计就计啦。你认真嘅，因为先前嘅对手系全然不同啊。啊，我唔清楚胡歌点解会对希德咁执着，但系呢个情况下，佢仍然发动咗战争。如果唔阻止佢步行，毫无意义嘅战俘哦，将无止境咁蔓延。再讲，我冇圣人刀，我见故乡受到摧残，仲可以保持冷静。甚至要讨伐胡歌，好卡，已经有好多同伴葬身喺佢嘅手中，我绝对唔会放任。我唔会俾佢为所欲为，咁啊大干一场。我都要去啊！唔好系俾你一个人乱嚟，拜托你哋，你石化收皮啦，仲话我乱嚟，你病人嚟啊，老友。好。我记得有留言好笑，咩他们禁欲，他们禁欲了多少年，照到我黐孖筋。跟住有条友答啊，有条友答佢话咩？可能惊惹到主角啲病，咩病啊？笑到我黐线啊！唉，唉，系啦，奥托 ，go go go， 唉，要讨伐啦，唔好乱嚟啊！又要揾咩微微安啊？咁无聊嘅同呢句说话。
直接嚼啦，又上堂啊！罗扎利亚而家情况系点啊？都又要上堂。啲人咧，胡哥呢条光头佬啦，好咸汁嘅。之前系挂住敦伦，佢正式投行大伊梅奇亚共和国评议会嘅经济顾问。嗰个国家原来注重经济，因此呢个投行同时掌控着金钱同埋权力嘅地位。再加上佢就召唤兽泰坦嘅显化者，系守护国家最后王牌，可以话系称心如意啊！而家官运亨通，胡歌运用佢嘅权势掌管国家，要在元龙之牙。结果元龙之牙守备队冇耐就俾胡歌收埋，同埋将忠诚于佢嘅私人部队。呢次进攻罗扎利亚应该就系嗰条友。如果你所知罗扎利亚，而家已经系赞布雷克嘅领头，而宗主国赞布雷克目前咧喺水晶自治领同达尔梅奇亚共和国对峙紧，将兵力咧集中至呢一度。到咗此时，由于元龙知识消失。鐵王國損失咗進攻大陸嘅據點，換句話講，西方嘅憂患已經解除，冇必要繼續致力於海上嘅防衛。於是赞布雷克立即將駐紮喺羅扎利亞大半軍力咧召回自治領，包含海軍在內。胡哥冇放過呢個機會，佢經由鬆散嘅警備鬆散海路進軍羅扎利亞。冇错，佢嘅目标就系你克罗夫。事实上，胡歌嘅挥下部队对其他地区不屑一顾，只系瞄准罗扎利亚施城进军。波特伊索德伊索德港情况点啊？嗰个城镇就喺罗扎利斯对岸。那个火种守护者咧，嗰个部队有消息嘅，目前仲未收到受害报告。佢喺目前咧协助紧收容紧罗扎利斯城嘅难民。如果你目标系胡歌嘅话，就一定要入去罗扎利斯城。但佢城堡毕竟咧，不维特大桥对岸咧有残存嘅驻扎军同埋胡歌嘅私人部队，使话嗰座大桥咧。通过我哋控制下海域都有危险，呢个情况下，你哋要点样行动啊？请个军师翻嚟问我，问翻我点样行动？你都低能，喺背后嘅凤凰门兜过去，会兜一段路。行嗰度湿劲，应该冇事。不过系自己嘅故乡，好熟知一切。行啊！今次你都行，系啊，帮同伴报仇。好。今次剪片咧，好彩大部分都系廣東話，如果唔係又要打字幕，即刻跳樓。羅扎利斯城，硬啊硬啊硬啊！城の方へ回れ。去城堡嗰邊去，呵。胡哥佢哋主要部队似乎已经进入咗罗扎利斯城，赞布雷克嘅驻扎军亦都奋力抵抗，但睇个样应该撑唔到几多，睇嚟真系好唔掂啊！佢系咪谂住将成座城镇夷为平地啊？国父母家。喂，有只六行鸟公仔。而家克莱夫一个人，居然咁狠心，细路仔都杀。你直接去城入边啦，趁住城都混乱，巧妙咁混入去。
去附近一带睇有冇走唔切嘅居民。小心啲，你都系，冇俾怒火冲昏头。JJ 先生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宵啊！哇！我哋决定又杀晒佢哋。一旦亲眼目睹啊，火滚！当然啦，我哋喺呢度有好多回忆噶。行啦，唔好停喺度噶。呢只狗俾人已经知道佢有一只狗，但系俾人见咗咁耐都完全冇谂过怼死只狗，你有冇谂过？阿希德和胡哥。兵士も市民も見境なしとは明明不分士兵同埋市民，根本就系见人就杀，无差别杀人。硬啊！我会开咩玩笑啊？クライブ、ここから行けるわ。克莱夫佢行呢度，一行吹口哨方死，冇人知喺度。系啊，咁点啊？魔法有助于解除我攞嘢炸烂啊，嗰啲盾系嘛咁嘅意思。硬啊！光啊！爆个盾！阿个，笑！哇！光！转身火焰，系咪一次可以打大范围？爆热神掌光啊！死晒啊！喂，今日咧仲有好多人喺度讨论，今日咧咪有啲咩十优状元嘅，而家有啲人喺度讨论，喺度话咩？点解佢哋净系拣毒医啊？啲咁样，即系话喂咁闷，系咪真系真心想做医生啊？成日话想救人，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讨论。你哋对呢样嘢有咩睇法？我自己又有个答案啊！今届得几个四个状元啊！啊，阿妈叫佢读。其实咧，我想讲咧系，就算我劝咗啲状元，你读医都去外国读啦。香港啲医有几劲啊？我去美国嗰啲读啊嘛，读啲劲嘅啲技术。喺香港读医。边个够劲啊？我自己都成日呢排出入医院最多，即刻去阿美利坚啊！好似你寻日讲咗，我喺度话咩整 game， 你话咩千祈唔好喺香港整，难得咁叻仔十 A 状元要攞奖学金有几难？过去即刻搵牛津啊，啲剑桥啊，咩史丹福啊！咩 UC Berkeley 啊，乜鬼嘢嗰啲读啦，系嘛？点解咁睇唔开啊？吓，佢哋难得有咁嘅实力，点解啊？呢个就系我嘅睇法。佢读，有人话咩？佢为咗钱，为钱有咩出奇嘅？大佬唔通咁读咁辛苦读书，纯粹为兴趣咩？人哋为钱有咩错？冇罪啊呢样嘢，同埋你咪点解好似有啲人咁讲，咁你就系香港废咯，净系得呢啲搵到钱，人哋咪读呢啲咯，
你如果你呢度有咩天文学，人哋你估佢唔想上太空？人哋你估啲十 A 嗰啲状元会想，哇有得上太空喎、啊？好似嗰啲路难嗰啲电影星际启示，你估佢唔想啊？你呢度有冇得整穿梭机啊？人哋想读呢啲，你可能佢想读，咁你冇啊嘛，大佬咁啊，咁焗住拣。咁咪揀讀醫咯，你呢度又唔係多選擇，即係揾到錢係得嗰幾科，係嘛？係咪先？咁啊冇計，又想考古啊？考古香港都冇地方俾你考啦，咩嗰啲歷史嗰啲李小龍嗰啲大宅都拆掉咗，仲考乜古？香港啊冇古俾你考啊，拆掉曬。個早幾日先講嗰啲咩皇后碼頭。都拆過啊！仲考古？呢度係最唔需要考古嘅，佢即刻哦，有興趣都唔讀啦，想做租做都唔得啦，冇計啦，係咪先？唔該，你怪唔到嗰啲人喎，你怪唔到嗰啲狀元點解淨係揀醫？嗰啲選擇太少，佢冇得俾你揀。點解冇狀元想做文科仔揾唔到食咯？有狀元之前有狀元讀完書，喂，佢之後做咩同讀咩嗰啲冇關係喎。之前咪有個狀元走去揸巴士嗰啲都係咁樣啊，咪讀。你估佢狀元嗰個人佢都係讀醫啊，或者讀完 law 咁起碼確保自己唔會餓死先去揾興趣啊嘛，大佬呢啲好正常。最基本保險做法係咪先？冇咩問題。又係話醫生關乎生死，梗係揾高材生讀，唔通俾啲五科合格嘅人咩？嗱呢樣嘢咧，又我就唔同意，要不敢苟同。醫生固然需要專業知識，但係我講緊佢個職業操守都好緊要。你一個好之前有單新聞啊，唔知早排先有談嘢噶嘛，咪醫死人定咩？跟住佢就話：我點知啊？咁樣佢醫術技高明冇用噶噃。如果佢係勁求其那西嘅嚇，真係未必，我真係未必答到你話係咪？是不是那個你剛剛說話什麼五科合格？如果五科合格做事認真的，可能是好一點的。哇，毒霧你老闆，兩樣都重要咯，我告訴你。扯下来，巨岩领队，仲冧低，风雷电。我衰，收你皮，搞掂。咩手術好成功，但俾人死咗。醫得好緊要啊，係啊，所以你唔係就係話呢樣嘢，即係我啱啱講點解人哋十 A 揀做醫第一人工高，咁梗係揀呢啲好正常啊，即係佢呢樣嘢，咁咪冇得怪，有啲人就喺度笑佢哋係咪真係咩夢想啊，或者點？你冇理，佢話可能人哋夢想係做太空人，咁你呢度冇得俾佢揀讀，咁佢咪唔？揀咯，係嘛？
因为个状元都以胡青牛嚟做榜啊，除咗九阳神功，就只有胡青牛依度张无忌。你噏乜啦？完全唔知同你讲紧咩意思。系啊，同埋你读咩同你想做咩冇咩关系嘅呢啲，你知唔知啊？冇关系。昨日都已经讲过，读咩同你做咩。好个张无忌，如果你要用呢个例子，根本你可能你遇到有啲咩奇遇，啊边个边个收咗你做契仔啊，介绍你去边度工作，你根本唔使乜乜乜乜乜啊 uncle 介绍咗你入去边度做，根本呢啲多余啊，全部都，你知唔知啊？完全唔需要搞咁多嘢。读咩？我唔使噶啦，我呢啲都系过下日神嘅啫。即系 uncle， 可能佢之后要继承生意，冇得开刀。佢嘅心愿就系临去管理嗰啲亿万帝国嘅时候就，就哦可以医下病人啊，沟下护士咁咪读医生咯。你理得人咁多，人哋拣咩都要你管啊？咁當然我真係希望佢真心對呢樣嘢有興趣啦，我尋日都咁講，最緊要揀啲自己真係有興趣嗰啲咯。但係你又話咩？佢興趣係幫人，我就會覺得未必真係個個興趣幫人，即係唔得。不過好難講嘅，唔通對住報紙嗰啲記者同佢講，哦，醫生揾得多錢啊嘛，咁正路都答呢啲啦。正路都话啊，医者父母心啊，我拯救万民，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中啊啊！又话咩啊？只为钱唔会拣医，一定有啲抱负，搵钱嚟读金融学校好过，我又唔同意喎，有咩问题？只为钱都可以拣医啊！金融嗰啲最紧要，可能人哋要有嗰啲有爹哋、有叔父嗰啲咁喺度做金融先易做啲咧。咁啊，佢可以为钱信呢样嘢冇咩所谓，而且纯为钱咪为钱啦，有乜所谓？冇关系。即系呢个每个人有自己嘅取向价值观，佢又唔系作奸犯科。即使系纯为钱，亦都唔见得系有啲咩唔系，即鸡奸死尽啊啊！点解我而家出咗啲招咩招嘅？啊！原来我而家哇狂战士戒指咁屈噶，我一避完多转就可以有呢啲咁样嘅。顶你个肺！我每次想打死嗰只就死嘅，佢就系咁喺度。同我 lock 咗其他嗰啲弱智嘢，仲死？唉，嚟，好烦。佢嗰个嘢劲过避弹衣，唔衰，搞掂。好，三，这班子，好，睇你啦。有波士打，使唔使开到啊？我呢只打过啦，垃圾嚟嘅，好易打，唔使开。定系劲啲啊！やれ！ジル。わかってるわ。ジル。わかってるわ。
剑，咣咣咣 ，Perry。哇，低啦！哇，好痛喎，大佬！仲唔睇中食屎噶？哇！我追！哇大鑊，喂補補佢先，哇咪啦，好扯落嚟先，Perry， 全身火焰，哇！系我了，咩嚟啊？咩个 press 啊？听啊！要打佢啊！哇！佢掟我，搞掂！好，自己电啊！喂，哇，咁都中！呱呱呱呱呱呱呱 ，Perry。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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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雷电，有咩扣咁少啊？喂，连续飞，哇死仔，我衰。扯下来，哇！克莱布天之间的九宫啊！全身火焰，搞定啊！咩娱乐？咩意思啊？我衰呢句，我sorry啊，好慢啊！佢话按键系咩词？ジル、滞在人シド、大罪人ヘイダー、いや、
白雷俘虏姬妃等级啊！我目にかかる。随分探したぜ。おい、佢。話せ。俺はお前に。我見到你，我特登搞呢場宴會。こうやって宴を催したんだ。楽しんで。各位玩得仲開心啊！貴様。先代のシドには冇見到上一代希德，冇計啦，焗住揾你嚟傾啊！ゆっくり話を聞くとしよう。想變魔術，想變身，急俾人攣住啊，變唔到身原來。好掙扎嘅兵女，你個宴會嘅重頭戲。宴の出し物なんだから。我戴呢个手扣啊，锁住啲力量。点咩？点解锁个手扣会咁样叫啊？啊，好痛啊！好。啊！打都冇得打，直接咁样啊！有咩好玩啊？咁，差唔多要去第二幕咯。你哋会唔会嬲到咁样喷气？我好嬲，我都唔会咁样。呢啲系做戏俾人睇啫。就麻烦一个人。唉，呢个镬大镬啦！お前の出番だぞ、ガブ。到你上场啦，加布。呼吸说话法系啊，系啊。如果系呼吸说话法，我明啊。但系佢哋做戏通常嬲就系咁样。おい、こっちだ、リピーナ。どの首を落とす？ペピンゴゴタワー。よし、やつを連れ。要斬頭使乜攞呢啲人？求其即刻斬啦。哼。嘿。听讲要将嗰个女人攞嚟杀一儆百，真系可怕！边个要佢同大罪人扯上关系？库普加大人召见，我要当住你嘅面处死嗰个女人，明明系个好女人嚟噶。加布咁型，全 game 第二型嘅角色就系加布。居然用水晶枷锁，真系狠！等阵即刻帮你解开，跟住咧喺中庭，好、哦，吉儿仲系俾人捉住你，你解咗啲锁有咩用啊？佢攞把刀扛住你，咪又系唔可以打佢。城内全部都系胡歌嘅私人部队。蒙大奈，我嗰边通风口绕到后方，你动作都快啲。我都，落とし物だ。你嘅失物啦。待ってろ、ジル。等我啊，吉兒。而家就過去。処刑などさせるか。我唔會俾佢行刑嘅。治療劑有冇嘢攞啊？有人問我10A我會讀咩科啊？
喎、我諗緊喎，我話讀唔到醫生 ，sorry， 我係讀唔到醫嘅，因為文科仔，所以咧其實你都可以證明到嘅，即系咧通常文科就走去揀律師，理科仔就揀醫生，你知唔知啊？啊？可能揀会唔会揀律师啊？好似做逆转裁判咁样。シロ、無事でいてくれ。但系律师好似系英文好咯，我英文都唔见得特别好。啊？我唔知啊，真系谂唔到，可能都系揀翻呢啲咯，文学士。有可能最后我都系拣翻呢啲，就系拣啲唔知读乜嘅咯。啊？唔好讲十 A， 所有条件都满足，你要拣边科？即系唔计香，净系香港定境外都得。哇！撳住嗰個女仔嘅而家，幸來夫，你打算點做？咁樣咪冇辦法冒然闖入去喎。哇！咁型嘅只狗狗，超音鼠啊！变咗呢条喺边度出嚟噶？一只狗啊，吓到你哋咁样停晒收啦！譬如哇，点解只狗咩事啊？哇，识出电，真系超音鼠啊！咩料啊？就中二一家，连只狗都有中二能力，佢都系变身啊！原来啊？吉儿，记唔记得起身啊？まさか何の余興もないまま。唔通连预映节目都冇就要结束宴会嘅第二幕啦？貴様，混蛋！第三幕会系咩表演呢？せいぜい楽しませてくれ。好。只狗变咗超音鼠，会唔会劲咗好多？啊！耐えてくれ。ここを切り抜ける。やるぞ。又系只点解只狗入到嚟手臂咁差？只狗唔系普通狗啊，大佬，你明唔明啊？話は後だ。誰ともやるぞ。冤山火焰。トルガレもいけるな。哇！顶你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哇 ，new enemy approach！ 哇，扯落嚟先，入入入啦！巨岩点肉掌食屎啦！哇哇，痛到癫啊！你老板同你搏过，咁都唔死，我系电瓜呢啲契弟先。Jack， 哇，白痴啊！我都未 reload 完。殺！搞掂啊！嗰啲卒仔死 Q 曬啊！哇，
避唔到点解我？哇！芝麻筋，好啊，佢先哦。好，你哋话废招将会好，见到未？我就用你哋嘅废招嚟击杀佢，爆热神掌，搞掂。应该死嘅人，想被劈嘅。哇！睇住啊，收皮啦，转身凤凰。挡啊契弟！咩事啊？揸来爆热神掌！狂劈！哇，会死啊，大佬，唔好狂攻啊，悭啲就冇命啊，大佬，癫死你！打落去！哇！粉尘攻击，远距离隔山打牛先啊！攞得翻咁少，佢唔同你癫啊！我估到，哇！啊死咗啊！呢条契弟，以阵亡收皮啦！以为我会写 enemy sling， 灵宝极限流，你系咪发现我每去到最后一滴血先系最劲？片付いたか？系咪全部收拾晒？我唔认为咁就结束啦。唔该，罗扎尼斯城嗰个克莱夫，你直接去追嗰条友。克莱夫，行って。克莱夫，呢个交俾我哋处理啊。わかった。我明白啦，大家小心啲啊。打波屎尿，啱啊！我悭翻啲补血药就在今天。拎下啲技先。呢、這个 master 化会点啊？可以四条啊！即系草四条棒，妖旋鬼火啦，可以免除四次伤害。我冇边招系唔想用呢招电咯，我冇咩用啊，废废地呢招大技劲唔劲啊？定情反制1896 master 化呢、這个。可以装落其他度，咁你就可以腾空招热浪出嚟。我而家仲未 master 化呢个嘢，对邪轮旋风打中敌人并攻击一定次数，但啲怪根本冇可能啦 ，boss。
我而家强化咗未？火大技换雷大技，哇，超贵！雷电风暴啊，冇咩用，换呢个制裁之雷，火焰。用熱浪，我係反人啦，我中意用反技。我記住先，熱浪係三個。OK， 因為仲有1000多点學邊招好，爆炎嘅 master 化有咩用啊？但是扣多啲咁解嘅，呢啲 master 化有咩用啊？缩短草力，都好嘅，学下啦。呢招咧 ，master 化会有火，我就系咁样扮有型嘅啫。你照啊，一嘢片落去扣，就咁。即系个符先，热浪废的鬼火好用，我就唔用。我就系唔中意用人哋用嗰啲招，好闷啊！行边啊，要大佬？喂，狗狗行边啊？Master 唔換位，我都冇其他嘅位可以換，我都冇位可以換。Master 係冇用嘅，冇加工嘅，其實係，係咩？呢招冇加到工啊！佢系咪元素退还啊？啲点啊？强化就够好啦，强化咁呢个都强化，我有咩热浪未学啊？呢招咩猩红火舌我都冇啦，热浪诶呢个波波啊，波波系咪未学？波波系咪有招雷光法杖？够唔够点啊？诶、哎、好，搞掂啊，搞得高。我可不可？我冇卡。我呢度做个了断，开到雷大技，好屈，好啊！用完呢次咪唔用咯，试下啊嘛，俾人睇下画面系点啊！虎哥，虎哥。随分真系慢，遅かったじゃないか。不作法な接待。因为遭受嗰啲无礼嘅对待。それはそれ。真系难为你喎。其实佢中意贝尼迪咩迪坦，但系人哋条女都系冧第二条仔啊嘛。讲嚟开又讲，克莱夫都好空虚。历史上赫赫有名嘅罗扎尼亚公国。国を滑る王もなく、唔单止冇统治国家嘅国王，亦冇士兵人民，而家只系空无一物嘅国家。空っぽの国だ。もはや
甚至连王座你都唔需要啦。硬啊！你又似咧？貴様は點解針對我？你嘅目的係咩？目的は一体何だ？無論指導の苦。佢係希德嘅手級啦。だが知らせによれば。但系我就收到消息，佢一早好耐已经死咗咯。其实咁只要令继承希德之名嘅你代替佢交出佢个人头啦。我哋有命哥贝尼迪坦嘅首级送嚟我呢一度。佢当时一时消遣的玩物，佢呢条罪我要你哋以死赎罪。你似乎有咗啲咩误会喎？希德想拯救佢，佢根本冇必要咁做。但系贝尼迪坦嘅人系我，要恨就恨我啦。太好啦，佢就系你，原来我冇杀错嘅人，有个真正嘅凶手喺度，咁就好啦，咁咪啱咯，系你将佢杀咗啊！啊，错的，冇错。点解见到个头发上面好似有啲？光系咪我眼花定咩啊？我话我近视定咩啊？何其幸运啊！你见佢头顶系咁有啲嘢戳下戳下，居然有幸遇上过去未能杀死嘅仇人，有个报仇机会啦！我完全噏中晒啲对白。Soka，原来系你啊！杀了贝尼迪坦的人就是你啊！贝尼迪坦曾经讲过，要容纳我成为世界王。我是贝尼迪坦企我身边，我就要打造理想的家园。唉，这个梦想被你搞坏了。唐莱夫，我知非得，宴会结束啦，我怼冧你。其实主角都几劲，从来冇，即系都冇，有时冇变身就打死晒呢啲人，真系劲。死喺你手下嘅，每个人生前都怀抱住梦想。以为得你啊，梦想受到践踏啊！你根本唔值得同情。主角咪姓罗兹菲特咯，你唔记得咩？以死谢罪啊！哇！哇！黐线避开咗赵总。精准咗，叫到，每一下都俾我鼻臭啊！我衰。太慢了，
遅い。准备拉你落去啦，扯落去。过水。过啊。呱呱呱呱呱！哇！昂哥！哇！死仔啊！搏落去啊！雷哥八掌，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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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顶身以为只系 Iron Man 啦，食屎啊！哎呀，明已经死了，我沸腾，热血沸腾，罗兹沸腾，愤怒已经注入咗我嘅心脏啦，混上喺大地嘅怒火入面啦。咩话？该死！哇！好。精蠢材一日兜佢落去，以为自己好大力，等我一日揸爆硬噶，先扣四千几咁少，咁高砸落嚟，即刻攞剑捅落去啦！哇，傻仔化身都冇埋，咩食石头啊？好似嗰咩衰座砖啊嘛！大地所及之处，为我嘅舞台。一打落去空中咯，等我打落去落唔翻地咧，契弟。哇！哇！大地重压，丢到挡傻仔，哇！哇！刺筋，泰坦反击，好痛啊！哇，扣劲多刺筋，凤凰呀！哇，我冇呀个招，刮死啦！我冇呀，我唔鬼记得我冇呀个招，凤凰个招大技。喂，点搞啊？我咪避开咗啊嘛！哇哇，仲有第二圈！哇！我避唔到啊！佢啱啱喐住卡住咗，系喐唔到啊！你知唔知啊？我是不能的，真的是黐線。
低能啊，咁低 B 嘅，又要捞翻顶佢个肺。热浪啊，冇咩用，好后悔啊！早知用嗰招凤凰啊，补下血顶。电好废啊！我啱啱冇用到电嘅大技啊，吓我系咪冇用到啊？定有用到啊？冇。平时反臭人多，今次俾系啊，嗰日痛。谂住冇乜嘢，即系谂住最多佢顶住咧，唔会扣乜，点知硬劈落去咧，哇顶你个肺！呢啲迷踪步废就低啦，打镬你唔得啦，そこが低能啊！点反呢？系要二连反啊！好波啊！射落嚟，睇你喺呢下扣几多？哇！系我屌，根本唔系玩得几好，出师不利。哎呀！佢知道你弄嘢啦。系咪有你通？哇！死仔包成人。做哥哥。大雷电，补血啊！有咁多，好快啲补啊！好嚟啊！哎呀！滚！我喺度沸腾啊，热血沸腾啊！傻仔啊，准备到底要睇几多次？爆大难凤凰技用最初打单睇个招 master 照我背爆热神掌，封你中意用风跑，等等一阵再睇。一陣記住唔好反亂咁俾佢反中。好。
大宁所及之处皆为我的舞台，收尾啦，舞台。你一下你要，你知唔知呢下你就一开头要揿嗰鼻掣，如果唔系佢就会成个人棘住咗喺度。国帅，哇，二连击嚟喎！耶了見到你二連鼻啦，傻豬逼，哇哇大鑊，波落，哇！刺筋，避得二连避，我就系咁够姜冲埋连劈你，我衰。一滴血能量戰士，哇！扯來，好，喐個喂。估到你啊！呢啲好兴，揸落去啦！大王，避，再避。同埋再嚟我衰拆，哇仲唔玩，爆衣陣長，帝才之雷，哇咩事啊，哇哇哇咩料啊，刺筋，索古加，胡衰，再嚟练臂，
哇，点搞哇？黐筋啊！冇血了。我完全花到我什么也看不到。屌来！哇！哇！死仔巴太近。哇！差啲死大佬。哇！仲唔死？哇！救命！哇！我避开咗，梗系死咗。点解啊？吓？你叫我已经避开咗，因为我冲埋劈佢啊！低能啊！唉，仲有一下。又要捞，好烦！佢冇成日唔好同我捞，即系佢补翻啲血，佢到咁都仲咁贪刀，梗系啦，一定系要狂嚼啊！呢只 game 啊，我热浪啊，多啲用热浪，你啱啱都争啲赢啊！中间有一开头打得唔够好啊，系嘛？如果呢只 game 咪，我觉得应该扣，唔应该俾人补血，其实真系唔好玩。得喎，点解呢下？依下就可以嚼佢两嚼佢。最稳阵就系咁样。如果你够僵都好似我咁样狂劈嘅。要啦，要嚼，一脚，五岁，灭啦，跌落来，そこが見えた。あ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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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過来，即刻再避。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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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そこか。見唔見我仲喺度玩花招，有出咗好多新嘅技。
第二台之雷，点解我扣咁少啊？招咩制裁之雷又话好劲，极废啊！你啲火焰睇个画面都靓好多，有咩咁劲啊？呢招吓？又迟出，又话要 1.5， 加又话迟出。唉，识背啊，兜佢落去。热浪有咩用？一盏话俾你听有咩用啊？有冇 cut 咗呢段片？唔想再睇。8000多？有咩？如果8000多，啱啱嗰个计攻击力嗰度，佢得10000多喎。之前打咗30000多伤噶我，你唔记得咩？咁多咩有？哦哟！要即刻喐走啊！邪轮旋风，劈过去，再嚟，劈过去，再嚟。そこが劈过去，插，劈过去，再避，仲唔鬼？そこか。哇！第二台之雷，哇哇，顶你个肺！
見えろ見えろ、哇，反臭啊，低能啊，低 B， 我啱啱出嗰招拳啊，炸唔冧佢。灭了！你搏个死仔巴！估到你啦，契弟！准备！哇，你个阴湿仔！哇，死仔咯！姨妈跟完全唔知做紧乜，哇死仔！中唔中？电来！劈死你个贱人！黐吉，玩孖宝兄弟，顶你个肺！迷踪宝。哇，惨啊！哇！哇！争啲死顶你个肺！仲有黐筋，射来，劈佢。仲唔死？黐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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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呀，仲唔用雷帶？好难用嘅，你用咗可能佢又避开咗，佢乱咗你嘅节奏，你 parry 开照 parry 啊，啊，你明唔明啊？嗰下你就系照佢闪唔到咩？个招我唔知喎、啊。我怕他出紧招啊！咏唱魔法咏太耐会死，我得翻一滴血，得翻几耐啊？吓，唔系封招垃圾大啊！唉，大机会时间停止嘅，好答案系能嘅，哇，好刺激啊！啱啱拉屎我都惊，哇！咁多人买能，居然点解？吓、啊，赢得好惊险嘅啫喎！啊，你爆设备佢大技几劲？系啊，个空中臂啊嘛，要嗰下我都觉得系，你系差唔多 feel 噶啦。嗰阵时你已经唔系凭画面睇啊，你见到差唔多咧，跳起碌，跳起碌嗰啲咁样。啊！你嗰一次唔刺激嘅啊？哇！换走招热浪，喂，嗰招热浪你一反唔到铁甲飞拳啊，低能！咁你反铁甲飞拳系我出得太早啊嘛？我谂住反劲型，佢得一招我系反，我就系谂住用佢个招啊！物理哎，快啲睇埋佢先，定係仲有召喚獸大戰要打埋落去呀、啊、通常要變巨人喇喎、啊我直抽，黐线！我明明赢紧，哇！斩咗只手，我冇睇错啊！呢个人又系傻啊！咁佢攞拳同人攞剑噶，啊！我只手啊！我只手啊！齐碗将佢剁咗真系阴功。哇！又吸啦！我攞啲变态弹尿。杀咗你啊！哇，佢冇嗰只手仲可以咁大力，都几劲啊！黐线，佢唔使要泰坦啊！其实俾人吸咗咧，佢可以照变巨人啊嘛！之前咩贝尼迪坦都系咁样啊，唔系咩？啊？佢咪佢点解唔执翻只手？我冇手执啊，佢都执唔到。冇嗰只手仲够胆，我会杀咗你。你凭咩？哇！真系啊，要唔要先令脑袋冷静下先啊？吓咁劲啊呢条？等阵啊！后会有期啦，妙托斯。究竟咩系妙托斯？只狗啊变咁耐身咁劲嘅，嗰只狗唔会石化变身。究竟咩情况？屋老德嗰啲人点解会嚟嘅咧？
しお前にこんな力があった。话说回来，你居然有啲力量，点知帮个大忙啦，托加尔。本当。话唔定某一日你都识讲嘢添啊！加布，快啲去帮克莱夫。啊，我明啦。我明啦。这个人未死啊。こいつらは？呢啲有为全部。クライブ。無事か？大家冇事啊。你哋系咪好中意读クライブ？唔好意思，胡哥都走甩咗。佢下次肯定装翻只机械手嚟同你打，你信唔信？仲劲，电钻就装嘅。沃鲁德兵喺此嗰呢？沃鲁德嘅士兵点解喺度？喺呢入城冇耐。胡哥嘅私人部队开始撤退，佢哋喺同一时间攻埋入嚟。这人数不多。胡哥俾某个人带走咯。德克鲁德的士兵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行，现在想不出个所以，连他们走去哪都没有半点头绪。跟着怎么做？一旦戻るとしよう。翻去一趟先啦。做咩阿蕉咁样？你都就嚟好攰啦，一定要令吉儿休息先得。又再揾胡歌嘅下落啦。赞成，赞成咁样好啲。トルガルの力についても調べたいしな。我都想调查托加尔嘅力量。点解托加尔会无啦啦可以觉醒？吉儿攰唔攰啊？仲行唔行得啊？收工。点样 save 啊？喂，系咪呢度已经可以 save 得噶啦？我唔想玩落去啊！啊？冇嘢睇的。呃啦，睇有嘢睇，你睇下。你睇你睇疲惫不堪，连活动身体都好勉强。但系如龙知识受嘅伤都未痊愈。吉儿，身为医生，我希望你好好休息。阿塔，我知道啦。偷听病人私隐，好唔要得呢两个人，交俾塔爸照顾啦。毕竟大家都平安归来，咁样就好啦。不过胡哥富保卡嘅行动都系令人在意，仲有屋老德嗰啲士兵点解会喺罗扎尼斯城，总系令人摸不着头绪。跟住去奥托嗰度刺探佢嘅动向。去揾说书人倾啊，哈尔波拉克拉特斯啊，我想调查一下关于托加尔嘅事。虽然佢睇嚟冇咩嘢，但系用咗嗰个力量，唔知会唔会石化添嘅？可能说书人会知道啲咩？多谢你加布。吉尔，少し休んでてくれ。吉尔，稍微休息下。ありがとう。克莱夫，多谢你。泰坦之力，泰坦的技是什么？抵挡
以外再精准时机按正方施展泰坦反击啊！咁同我想问，咁样同咁样，我平时避啊，咁啊劈人同出呢啲泰坦反击有咩分别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啊？我平时避咧 ，last minute 避 parry， 同咁样用泰坦劲啲。是 last minute 按挡定是什么？他说要按正方，我准角格挡后再按正，即是 last minute 按圆圈之后就按正方。那好屈喎，这个长期用泰坦啊，会咁样一锤殴咯，呢招爽好多。呢啲欧拉欧拉咧，啊呢啲一定要学啦，冇话唔学啦系嘛？啊？搭个泰坦主要系欧拉欧拉，型好多啦。泰坦招大技点啊？揭起块地下咁样喺度殴，冇一招大技系型喎！而家发现啊，你哋讲啦，冇一招大技系型啊，冇啊，真系见唔到。目前冇。唉，我听日。我好似我今晚仲有啲嘢要做，惨，已经眼瞓。即系我哋会有啲特别嘅直播啊！不过你反就唔使用嗰招无敌臂，巴大嘅出龟波气功啊！啱啱想讲咩，死人唔记得咗，想倾咩？我除咗讲我话今日。咩状元读医生？我不过我系啦，跟住仲有咩飞机？我今日想讲飞机过关，即系话好渣。同埋咧，我觉得就算香港机场靓舒服咧，但系咧都系冇咩嘢玩。你讲过？你话荷兰咧，我会见到有啲艺，你知唔知个钟咧？佢有啲艺术气息嘅，佢有个人喺度。即係佢咩藝術家咩即場遊嗰個鐘，佢就每一分鐘咧就抹咗佢，又再做一次，即係會有啲花神嘢，跟住有咩裝置藝術。日本咧好耐之前我就唔知道有得著咩甲胄，佢又會俾你咁啊。韓國都有呢啲咩傳統嘅啲工藝貨俾你上啊嗰啲，香港冇。我係講香港要做啲咩咧，你就即刻喺個候機場景嗰度做啲咩，整佢嗰啲精武門。你即刻整個精武門牆，跟住有人即刻幫你拍，即刻俾個東亞病夫嗰啲嘢，佢一嘢嘔啦，阿姐，你啊整一塊板，跟住俾人影相，肯定啲人玩得好開心。嗰啲雙截棍舞，跟住成日話啲電影業嗰啲龍虎武師冇嘢做，即刻請十個龍虎武師，即刻幫你拍條片啦。嗱，第一個你就咁樣嘔啦，學曬李小龍嗰啲點樣踢。咁啊借曬位又會幫佢，睇下出小龍問路，大龍擺尾啊，咁啊大把嘢玩啦，係嘛？跟住有一個咩猛龍過江，咪一腳兜咯，唔知人去邊咗嗰個位喎，嗰個成扎紙皮箱嗰度，你記唔記得？有個人咁樣嘛，啊？咁呢啲啊大把嘢睇啦。又可以放啲坏嘅国泰电视，国泰机舱坏嘅电视做展览，可以啊，可以啊，你咪全部写 adjust loading 咯，啊，放啲空姐呢个出名事件，国泰历史，即系咁耐以嚟嗰啲 bad
即係嗰啲唔好嘅待客之道嗰啲貼曬出嚟咯，可以啊，貼出嚟。有啊，好興趣。我有時而家啲人好興俾人鬧啊嘛，即刻俾會有個空姐示範，你坐落去嗰個壞嘅電視撳兩眼就問，你可以嗌佢之後佢就會演咩 ？It's just loading 咁樣同你講翻啊，可能都好多人試啊。啊，跟住又笑你 blanket 嗰啲啊，哇！你又冇問翻佢未 ？I have carpet 之後佢又笑翻你 blanket 啊，即係嗰啲咁樣。可能都幾有趣，你呢個諗法都幾特別，幾創新，唔錯，可以一試。啊，我就覺得香港啲機場應該，即係我呢排成日出埠，我就覺得香港機場咧就少咁啲嘢玩。啊，如果係好似成日去人哋嗰啲轉機咧，人哋買啲嘢都多嘢買，香港冇嘢好買，真係人哋都買手信，香港唔知買啲咩出嚟啊！咩？我哋系引以为鉴，点会跳掣啫？即系我哋引以为鉴，就话有呢啲又唔好啦。即系唔通你嗰啲二战博物馆啊，贴嗰啲德军毒气室又系歌颂佢咩？呢个你系讲紧唔好噶嘛？以后唔好咁啊，咁系嘛？唔好受嘅咁样啊，咁我哋就啊警戒一下，警惕咁样嘛。是吧，好，差不多了，可能睡阵了再起身做，好眼瞓。欢乐今宵再会，各位金主晚安，多谢大家收睇啦，系咁先啦，完了。